逼了，真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沙先生。今天呢是星期几来着？啊，今天是8月13号，星期二。今天呢是大红老师生日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还是正常的工作。但是今天下班之后呢，我们所有的同事和面老师可能会聚在一起给大红老师庆祝一下生日。那我们现在去上班吧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寿星的穿搭，有什么小心思？天哪，站起来，跳一段，三二一，走你！新办公室的新工位，但是我身边的人依旧没有变哟。有人要和我一起吃炒锅蛋。嗯，小白，你点外卖吗？对呀、啊。大红晚上吃什么呢？大晚上吃火锅，那中午就不能吃冒菜了。你中午别吃了吧，晚上多吃点儿。哎呀，晚上又不是自助餐，不好吃了。哇 ，Carrie James 要来成都办演唱会了耶！真的真的，谁啊谁啊？就是那个、啊、，I real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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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you 那个，好做作。葵黑珍珠出来了啊！现在已经7点了。今天下午里面的房间一直在进行拍摄，待会儿这边拍完了，我们就过去吃饭了。看一下韵韵姐妹花今天的美妙妆容，这是一号美妙妆容，侧面来一个。看这是谁的神仙视频呢？哇哦，二号美妙妆容。可以有一两个人坐着。一两个人坐着。
器材刚刚那一套吗？对。边吃火锅边唱歌的包间是长什么样的呢？喂喂喂，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.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. 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缘？愿我一说这些，只是对你还有感觉。今天减肥多多稍微吃一口哈、啊、这两个蛋糕都很好吃。哇哇哦，画图了吗？这样子啊，大红 I wanna buy you I wanna buy you。 没意思，寿星给我的蛋糕、哦、好神仙。这个蛋糕这个好吃吗？这个好吃啊。谁吃？哦，这巧克力的老大哥。这个女孩爱吃巧克力的，哪个女孩？生日男生，你看，先生，你们听到了？分巧克力蛋糕的时候，听见了？哎，偏爱巧克力蛋糕。大鹏，我们要给大家来一曲。好好。等会儿吧，完整的 rap 吧，要 rap 吗？要要要。哎，给你们个 beat。来两小句啊。楼上有个女孩叫玉小葵，每天忙忙碌碌还想着叫减肥。来到白羊文化，也敞开她的心扉。那个人的名字叫罗大哥，原长得有点傻的乐呵呵。大众知道我们叫他辣辣椒，但是小葵偏爱巧克力蛋糕。他总是抱怨外面没有人追，吃到罗的敞开他的心扉。罗的女孩有点小傲娇，没想到在罗的身上摔了一跤。没想到罗的还是真正傲娇，连亲他一口都来个弯腰。到大红老师拆礼物环节，不会送你什么脏东西了，臭奴。来吧，第一个礼物会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一个。
是那个网上超火的那个瓶子啊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哇 Super cute 吧，再来一次。哇, 哇喜欢喜欢，真的喜欢。超可耐。这是谁呢？这是谁呢？反了。哦，暴露了。我看背后我就知道是什么了。哇，你看他包的好精致啊。一不小心就知道是什么了。这是什么呢？不会是游戏机吧？哇，小霸王。哇，好酷、哦！精致芭比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501万科技。Oh my god！ 真是越来越皮了。哇，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玩成人游戏。感恩，喜欢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啊，你不会跟我求婚吧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村上龙哎。村上龙。是谁的呢？哇哦，这是我的，好精致的包装。是谁的呢？不会是 Lisa 的吧？苹果按摩器。哇哇！天哪！这个戴得上吗？这是哇！特写特写特写！哦，这个真的有电吗？还没开，太甜了。我这遥控器是不是是震动大小的？嗯，震动。哇！哇！黑马，哇！这个不能播吧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什么 ？OMG！不，他充电显示还表示，跟着回家用爱发电。这个牛逼了，这边说一下，直男特别奉献。我们公司最铁的直男，人生第一次去撕，本来向柜姐讨教，就哇，太懂了，太懂了。Lab， 这哇，男生用超好的护肤品。哇，我都不想用 SK two 了呢。我也没有。谢谢啊，超感动。该哭了。哇，这么精致的包装，这是谁的？是一套的。哇，好仪式感。这是不是谁送的呢？难道是爱吃巧克力的龙昌女孩 Kim Young Yi？ 哦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我收藏家里面收藏了很久的东西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收藏家里面很喜欢收藏这些有的没的东西。哇！这是什么？哇，还有胶卷。哦，它是一个相机。哇，我真的收藏组装过。哇，我不敢，那我就关上了。我会把零件弄掉了。哇哦！幸亏还有吗？哦，没了。还有。哎，我这是我的包包。不好意思，因为还有几位的朋友是海淘的，在路上。对，还有一根菲拉格慕男士限量版极致干爽腰带，是我向密室许愿的。来亲吻镜头一个，三二一。